又到我给 Kiss Be and Healthy 节目了。今天我来推荐一款线上非常热销的食品——泰式脆皮虾，鲜脆可口，可以自己品尝，也可以在线上销售。鲜虾放到容器中，然后加进小苏打和水，一起搞均匀，腌制30分钟，再用清水洗干净，放一边。把枸杞粉放到容器中，再加进石灰水，一起搞均匀，放一边。将准备好的虾和蒜蓉胡椒枸杞粉一起搞均匀，再放到已经做好的枸杞粉里沾均匀，然后放到已经温热的油里炸，炸到熟金黄色，拿起来晒干油，再放到食用盒子里加进沙拉菜，这样就把泰式脆皮虾做好了，可以自己品尝，也可以在线上销售。